我真的没有什么衣服穿了，我现在手臂又粗，然后这边又肥，然后以前有的优点全部没有了。我看你弯腰都有点问题啊，我唯一可以想到就是可能你做一些 exercise 咯。They have a 29 minute fitness progress for women， 少一分钟。如果你半个钟的话，就来不及回家喂奶了。对，还可以多一分钟。好了，去看看了。有。嗨，你们好。嗨，你是？我是 Kewei。嗨 ，Kewei 你好。嗨，我是 Alfred。嗨，你好 ，Alfred。我是 K， 是这里的健身辅导员。你们想参观一下我们健身房吗？好，了解一下我们的健身房。那我带你参观一下。好啊，可以可以。这是我们的 circuit training， 整个训练只需要29分钟。对繁忙的女士们说是很理想。嗯，我们的健身器材是专为女性设计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肌肉锻炼得太发达。我们这里有8台 toning machine， 是针对女性们的8大部位，比如手臂啊、腰围啊、臀部等等。 Circuit Training 是一系列从上半身到下半身的扭转性运动程序，它能在短短的29分钟内消耗高达600 calories， 等于他人做完1个小时的运动。这是我们的 Vibration Training， Vibration Training 是一个添加的程序。 OK Ma'am, do you mind if we touch your hand? OK Kewei, 你要什么一下？真的在百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课程，有Zumba、Pilates、Yoga 等等的。那可为你参观了我们健身房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我觉得很不错啊，我觉得很谢谢。就很多 programs， 对，教练会为你量身定做一个适合你的健身配套。OK OK。就是有什么 exercise， 什么几个 sets。对对对。OK。那可为你要几时开始训练呢？As soon as possible。很好。Let's do it。